们现在终于来到这个秘境水神社哈，但是神社还没到。我们先来看左边这栋建筑。这个是我们叫圆山蓄水池。我可以看到这边有三个字，活水头有没有？有。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带状的水道系统，它的源头一路从阳明山，阳明山上有个竹子湖，从竹子湖那边一路送水，送到活水头这边。那阳明山的水送下来之后，在这边做储存，然后再重新的配送之后呢，经过分管，然后沿着地底下的水管这样一路送到我们总统府旁边，现在叫做凯达格兰大道一号的台北宾馆。以前总督住在那边，所以这个水以前是给总督在喝的。对，那现在呢？现在的话，就是还有一些人有机会喝到这个水，就是沿路配送水管，沿路水管经过的地方。那当然，总统府现在应该原则上还是用这个水这样。所以这个到现在都还是有在使用。对，还有在使用这样，他们就并没有淘汰掉。那可以看一下这栋建筑，其实它的设计有一点点不日式，也有一点点不中式。就是明明日本人盖的房子，为什么在台湾多数留下来古迹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经历了一个时期，叫做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时期，当时其实日本人送了非常多的学生跟建筑技师去到日本学习如何盖建筑。那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回到日本呢？日本其实当时的民风比较保守，他们比较排斥这种新，应该说比较新一点的建筑元素，所以他们在日本发展不了，就间接辗转跑来台湾。所以你看到台湾很多日本时人留下来的建筑，既不中式，也不日式，主要都是可能像巴洛克式，一个中西合璧概念，或是一个西式的建筑，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概念。合洋式的那种感觉。对，没错没错。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汉，对，看得到。好像不要废那么近嘛，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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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老师，我先见老师。老师，老师，我们去年去神社，去神社。好，那我们离开蓄水池，现在来到这边。当初因为盖蓄水池，其实跟大家去过太鲁阁或者其他地方中横公园有点像，就是其实当时也是牺牲了一些人士，所以后来当时的政府单位决定这边盖一个神社来纪念他们，以纪念这些。算是因公殉职，为了建这个水池的一个人。而且老师在圆山这边的这个蓄水池，是不是比起台湾其他地方的蓄水池还要难盖？对，因为它其实在一个小山坡上面。对，这个神社，这个水神社碑，其实大家可以绕一圈，绕到后面去，就会看到它是什么时候建的，它有留下来。我们再把它念出来。昭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号。对，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石碑的建造日期其实非常的老旧，在这边有一段年龄了。那旁边有基本的石灯笼，它上面有写奉纳跟奉献。奉献这边。它这还有写水道客的那个。建业园就是作业园的意思啦，所以这是纪念奉献他们在这边的奉献。我的小老虎为什么这一尊其实我们叫石破犬。那石破犬它的特色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像狮子，有一点点像狗的一个混合。那我说老虎，老虎也可以算。眨眼。其实它就是很多种的混合。那其实这是一个日本他们神道教一种特殊的一种那个雕像。那为什么剩一只？据说另外一只是被偷走的。那但是详细原因其实不详啊，因为可能真的应该是不见或是被偷走，所以现在剩下一只，不然照理讲应该是一对。对，那如果大家再往建潭往那个圆山饭店那边走，还有两只大只的。那我们这水神社是比较小的神社，大家如果对圆山饭店有一点点了解，圆山饭店早期是更大的神社，当然现在也不在。那我们要先往上，现在上去，对，我们来参拜一下。这个就是在台北算是现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小神社的一个遗迹。可是老师，他为什么里面没有放神像？因为日本的神道教不太，他们的信仰是不太会尊崇一个单一的神，所以你去他们那边看，比较少会有神像为主的一个算是祭祀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就是做了一个类似小凉亭，然后代表全部的众神。没错，没错。对，那这边其实后来。当然，除了纪念那些员工之外，他们也曾经拜过日本的那个水神。那到后来，其实也有人说他们也曾经拜过那个中国的水神，好像大禹治水的大禹。对，所以其实这小神社隐藏在这边，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历史建物。
那大家其实可以上来这边认识一下。这里真的很像一个秘境，对啊，而且其实走上有阴影的地方还蛮凉，这还蛮特别的。对，然后如果喜欢爬山的话，其实旁边的步道有一条是可以一路走上去到剑南山。啊，剑南山夜景很美。夜景还有老地方观景台，然后是这样一路可以上去。大家好，我是沈瑞。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这几个礼拜，我们已经带大家走跳台北非常多有趣的地方，还有有趣的景点。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台北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就继续锁定我们悠悠台北台哦。没错，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之后见啦，拜。